我们要介绍的是 Samsung Galaxy Tab A， 它内建了一个新的 App 叫做 Kiss Time， 就是专门针对小朋友、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所设计的。当点进去之后，我们可以先选择我们要扮演的角色，再选择你想要使用的时间。在这里看到它内建了游戏和童书的两部分。游戏方面，它有内建了一些适合小朋友游玩的寓教于乐的游戏，随时你不想要的时候都可以试试透过这个火箭回到上一页。儿童书方面，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有跟吉米合作了两本书，那除了吉米的以外，像这一本大人的圣诞老公公土地公，他甚至还提供了让家长可以自己录音，也是说除了你可以让小朋友直接听故事，在这一部分小朋友就开始大人的圣诞老公公土地公，我问阿妈要去哪里，我也要去。在这边我们听到的是内建的声音，当然大人也可以是 自己来录音给小朋友听，这时候你只要选择请听我说故事。你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开始录音的功能，这时候你只要跟着说，我问阿嬷要去哪里，我也要去。在之后小朋友进来的时候都可以直接用播放，我问阿嬷要去哪里，我也要去，小朋友就会直接听到由妈妈说故事的声音。在这个部分的话，个人就觉得相当贴心的。除了游戏和童书，家长只要透过按住这个角色不放，就可以进到家长工具。看到今天小朋友使用的时间和一些你所常使用的数据。这就是 Tab A 里面那一件 Kiss Time App 的功能。